我到这个地方呢，它有四个乡组成的，但是，这个四个你刚才说了呢，我们这个县里面，我们这个县这村有四个民族，四个民族，有哈尼族，有傣族，有朗库族，有哈族，这个村在是傣族，这个村在是傣族的是吧？那么这边都是傣族的人了，对，这是傣族的人，这个是傣族的皇宫一样的啊。 对，傣族的寺庙，寺庙，傣族的寺庙，嗯，你看我们这里村里是嘎吉是这样，这个这是傣族的村民还是？啊，这个这些呢，这些菜都是那个傣族的，不打不打有农药的，不施肥的，就纯天然的，对，纯天然的，你挺会做广告的。 本来就是事实啊！本来就是事实。那咱们这个帽子戴着的人就是哈尼族的，不是哈尼族，是傣族。傣族的，傣族的。你看，我也是戴了，那个也不是哈尼，反正是一个人。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四块钱一斤，公斤还是四斤？ 四块钱，公斤还是四斤？一四斤。四块钱。公斤的是八块。这个是香葱菜了啊。这个是野生的那个。那也挺贵的呀，四八块钱。松了，医院长大的东西，你看西瓜。这个橘子多少钱一斤啊？十块三斤。十块钱三斤。嗯。 便宜啊！我想问一下，卖给村民也是这个价格吗？嗯，一样。这个好像挺贵的呀。不贵啊。不贵吗？嗯。这个不贵啊。不贵啊。不贵啊。十块钱三斤，这个。一四斤不贵啊。不贵吗？不贵不贵。不贵。这边都是傣族的啊。对，这不是傣族的。傣族客栈。傣族客栈。音乐小镇。哦，这个街道叫。 叫什么街道来着？某根。某根街道，某根街道啊。那你现在去哪里呢？准备？我在家下面超市买东西。啊，超市买东西，那我们跟着你。书记呢要到超市里去买点东西，我们嘛就跟着他出来了。然后呢，他帮我们介绍了沿途一些情况。原来这个地方呢有四个民族组成的，叫傣族、哈尼族、汉族，是吧？对。还有一个。 就是你们的拉祜族。现在我们在这个村庄里面走，这边就有个超市，他是到这边超市来买东西的。假如是赶集的话呢，这里会非常热闹，对吧？对，非常热闹。从这里下面，街道尾、街道头都是摆摊的。你的一手一指就显示出你舞蹈的功力。 <笑>啊，你要现在到这个达宝超市去吗？香云达宝。嗯，他到香云达宝去买东西。超市，这里面有。对，我在这里买菜。你在这里买菜，不是买菜，买东西啊。 有调料，油鸡蛋，师傅。嗨，你好。在化妆呢。这就是超市啊。 舒淇呢是仔仔细细的在挑她的佐料，辣椒要不要吃？要不要？要吃要吃，说不定我们中午饭要在你那里吃呢。好的，给你辣了，给你们做了。好，不要怕害羞。我会吃辣椒。嗯，嗯，就买这么一点东西啊。钱太我给你老公买一点好一点香烟啊什么不买啊？我老婆她是怎么？你要你管了你老公啊。 他管我，那个钱是你管的还是他管的？他管的。我们那户子是你的当家，我管的。哦，你的当家。
这个男的最幸福了，男的就是在家吸吸烟就好了。我们那个村，我们那个寨子里面有全国十八大代表。啊，全国十八大代表。你们寨子里面有？对，还有那个全国劳模也有。哦，是吗？对，刚才好像是那个视频上我看到了他今天教那个小孩的那个叫做李娜罗，比较有名的，我们那个村里面。啊，他有没有当过书记啊？他是十八大代表。那比你厉害。你十七大代表啊？你十九大代表？没有，根本你二十大代表。没有，希望吧，你们让你们来推荐我，你们来支持我就。那现在我们回去了。回去了。那我们送你回去。那个夏意呢？我老公是上次我给他买了油，我就不买了。这个星期六呢，每个星期六都和我们在这里赶集嘛。星期六在这里赶集。我们书记说了，她老公呢是另外县里的一个人，是吧？对。另外县里的人，他在这边打工的时候呢，让我们书记遮断了翅膀。遮断了翅膀的意思就是飞不回去了。留在我身边了。就是留在你身边了啊！你把他搞定了就是。对，爱情是力量大的。那这边找对象是男的主动还是女的主动啊？你说呢？那一般是男的主动啊。叔叔，你还想买一些什么东西啊？橘子啊。啊，买一些橘子给我们吃吗？是啊。好的。什么样的橘子好吃啊？好吃。什么样的好吃？反正是我是不会挑，这些干净漂漂亮亮的好吃、都好吃啊！像你要帅就好吃。不什么不打虫不打药不什么的。这个土豆虫打虫不打药，反正是这里不是我们这里的。肯定是打过这个。哎呀，这怎么了？他跑出去了，是吧？这个是米线。哦，这是米线。哎，咱们这里出水稻吗？出水稻吗？出水稻才有米线啊，没水稻。哦，也是对。这里种的就是水稻了。这里种的就是水稻。这里种的水稻，刚才我。这里也都用微信啊。这里都也用微信付钱啊。可以的。现在我们农村也使用了，会使用了的微信支付了，不上一分钱没带，所以说扫微信就可以了。改革开放嘞。我种的茄子是这么小，这是他们打啊。这样总共多少钱？21。那也挺贵。一起收款21元。书记买了橘子，又买豆腐。豆腐是我不会做，所以说我就买。我会呢，这些都是我家有，我就不买。你自己种的？对。我家没有那种。我会做豆腐的。你会做吗？我会做。那你背着箩筐，我到时候把你拿走了怎么办呢？放心，我们这里是治安良好。微信收款4元。我们这里是从来没有那个偷鸡摸狗的。我把那个菠萝放在那里，没人要，没人抢。西瓜。西瓜。听音乐长大的西瓜。这个西瓜好吃吗？很好吃啊。那我们来一个呀。多少钱一斤啊？公斤3块。3块一公斤是吧？好的。我是那里有系统摘的，是我。好的好的好的，也不打农药，不施肥的。你可以吸。纯天然的。我家那是还没有熟。
你家还没熟是吧？对，我家那是没熟。发言。来，放在这里。放在这里。那你背得动吗？背得动。我都担心你背太沉了。哎，你放心，不沉。这里有些支付宝呢？没支付宝了？没有支付宝，只有微信支付。这些菜都是我有，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也种嘛。啊，这是刚才豆腐，这些都我没有。嗯，我有了，我也有。好了，那我们书记采购好以后呢，我们中午可能要在他家吃饭，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走了，回家。